刚刚讲的部分就是说，我希望呢可以再把这四个栏变成同一栏，那做法当然第一个，我们一样用什么？用 index 来做。不过index 来观察一下，这边第一个，其实做法都一样，index。然后呢，我的来源在哪里？在这个范围，这个范围里面呢，当然等一下会向下填满了，不过你按 F4 好了，先把它锁列就可以，因为等一下向下栏不用哈。那哪一个 row number 呢？我要的是第一列，所以一。那一栏呢？刚好这个范围的第一栏，所以一之一。那如果第二个的话呢，那就什么？一之二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数字变成上面这个数字应该是11112222，有没有？3333，就是会有四个重复。那下面这个的话呢，会是12341234，所以会有两组数字，列跟栏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刚刚好做出要的啦？当然比较没有招的话，你就11112，先在旁边先做1234。那当然，你如果说这样做做完之后就是假如你把范围给他，要不要少选一个？选完之后的话呢 ，F4 两下，这个的话选这边，这个的话选这边，按个确定。你当然我只有做到这里了，你会发现它会刚刚好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何可以产生这两个资料 ？OK，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？希望产生数字是四个一、四个二、四个三。那这个地方给各位提示这边的话你其实可以用两个函数，一个函数叫 int， 这个的话呢应该有用过了，对不对？ int 是什么？就是无条件舍去小数点，对不对？还有印象吗？我们好像第一堂课就有用到了这个1234的话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叫 mod， mod 有用过吗？不过很像在中华电信那个，不过没有关系啦MOD 那个没有 MOD 在 Excel 里面意思就是求余数，除以多少余多少的意思。如果你用这两个做出来的话就可以很快会有这个效果INT MOD 好，我如果今天希望其实这又是变成两道题目了，请问我要变成四个一、四个二、四个三，但因为我有八组资料所以可能要一到八各四个，这个第一个题目。第二个题目是1234，也是八组，1234、1234，要怎么做如果这两个做完之后，你再把结果丢到 index 里面，那你就结果就做出来了。OK， 应该没问题啊，请各位试一下会讲这边就是这边是我们会需要 row 所以这边也许先给它一个 row， 这边是 column，col 好了 ，column，OK，row、okay, 111，就是这边是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列、第二列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那第一个呢，我们就是用那个解释与参照里面的 row 函数，因为我需要怎么样让它向下自己去抓，但你会发现它抓就是这样。那所以呢，第二个我把这个 row 把它搬到哪里了？剪下来放到那个刚刚讲的 int 函数 ，int 函数的话在数学里面的 int， 所以你再来的话 int 里面那你就把这个放进去。那你会发现呢我如果把它除以的话，除以4的话，那你会发现除以4之后的话向下填满会怎么样？有趣的现象吗？00有没有？12，可是问题我希望的是不要这两个零啊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我的习惯是这样，如果我在第二列的话，我会先把我的列先归零，减掉2，归零之后呢，再去除以什么？再去除以4。所以一样这个概念跟刚刚那个还蛮像，归零之后除以4，但你会发现按确定之后的话向下填满00012，很像对不对？可是差多少？差一，所以怎么样？加一不就好了？归零之后把你的起始值加在后面，归零加起，这一招还蛮好用的，而且这个逻辑这我想很久终于想出来了，OK， 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
这个其实这样记起来哈，以后的话有没有就做完了？哎，有没有？以后如果你要重复的数字，你的位置刚好在哪一个重复的列？好 ，OK。那 column 的话呢，就 MOD。所以第一个一样怎么样？用那个 row。第二个的话，用插入函数里面，它要数学里面的 MOD。好，所以你往下找 MOD， 它会出现在这里。哎，啊，在这里。好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它的意思是说呢，哈，你要除以多少的余数？OK， 所以呢，基本上的话，我们把那个 row、哦、放在这边 ，row 小括弧，给它数字，然后归零减掉二 ，OK， 一样啦，一样先归零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不归零，它会多两个数字，它变成三四开始啦，不是一二开始。那除以 divide 的指的是除以多少？除以四的余数，零除以四余零，一除以四余多少？余一嘛，不整除嘛，哈，二除以四余二嘛，所以零一二三。那我们按确定之后，你会发现哦，零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零一二三，零一二三。但是我要从一开始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哎，一样嘛，加一不就好了？打个勾，一开始对不对？向下填满，放开。哎，有没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？应该可以看懂意思了哈。OK， 应该不难记啦 ,INT 跟 MOD。那做完之后呢，你基本上就是把这两个公式放到里面来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最近使用过啦，所以这边应该后面应该大家都会了。哦、所以范围选起来，然后按一个 F4 两下，然后 Roll Number 你可以把它搬过来、哦、我先用选的好了、哦、那这边的话选这个，但你这边向下填满 ,OK, 全部完成。那当然呢，前面还可以怎么玩呢？还可以再串它的栏位名称加冒号，不过这个我想哦，啊，这个应该自己再玩玩好了哈、哦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做完哦 ，OK，INT、MOD， 哎，这两个还蛮好用的哦。以后如果说你要找位置，想说找位置跟这有什么关系？没办法，因为列跟栏的关系，有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哈、哦，你就变成一定要这样做。那再来 indirect。哎，一样齁、哦。所以呢 ,indirect 如果要合并。那 indirect 呢里面的概念就是我今天要抓哎最近使用过 indirect 齁、哦。那我要的是这一个 D2。那前后双引号。所以概念你可能要分析一下啦，反正我一定是先栏，所以这边是栏。栏的话一定是 DEFG。列的话呢一定是2, 4, 4个2, 4个3, 4个4，哎，所以刚好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，只是说呢，这个 DEFG 它是文字，那可是问题，我们刚刚是如果用数字怎么样把它变成文字？那我前面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，如果你要产生这个 D 的话，你可以用 char，char， 好、哦、，char， 然后呢，里面可能你去抓。如果 A 是65啦、哦、那你可以再去用那个 char 函数呢，可以把那个栏先变出来，所以一样、哦、这边可以拆成两部分，一个部分是这个是 column， 那这个是 row、哦啊、不过 row 的话是2，等于是4个2啦、哦啊、4个3，那这边的话是 D、哦、EFG、哦、这个会不会连续、哎、会 DEF、哎、不会哦、它这边的话 DFG， 那在 DFG， 所以呢要怎么样可以变出 DFG、啊、这边应该比较简单啦，如果你会刚刚的逻辑的话把它套用上来，其实加2就好了嘛，对不对、哦、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、哦。